三角社区下地水土保持署补助计划绿色照顾课程，以农产食材进行了解、食农教育理念，煮出各式各样的料理，以生产的往来搭配豆腐，学习卫生健康的制作。鹿草乡三角社区下地水土保持署补助计划绿色照顾课程，也以农产食材进行了解农教育理念。配合冬季在地时令食材烹调各式各样的料理，今仔日用生产的往来配合着豆腐，学习卫生健康来做道路。有甲进前咧先前做伙，就是讲，互许大人洗一下手，啊，拢有挂手套，有这卫生的问题。啊，你若去淋着水的时阵会生菇，哦，啊，所以这卫生正注重，啊，对许大人。健康嘛，爱多注意安尼，哦，和咱这个社区哦，会推广，会咱更加活泼、更加生动哦，新的物件，伊是大人啊，他会兴趣要来学。伊在互伊，或是互这长辈回味一下，讲古早拢做爱食豆腐的，豆腐本来就是足好落饭的物件，啊，所以吼，希望伊讲来回味以外，搁会当做互咱的食食来食。长辈拢真有经验，但是课程当中也是细心用健康卫生美味为主导，大家识得一技之长，可以在家家己做卫生又个健康。细心新闻蔡明东、陆超香采访报道。努力与坚持。每一步都是向前的突破。每一个人都在为嘉义县创造无限的可能。破茧的曙光已出现，嘉义的希望也正在实现。再创嘉义的梦想。